盘点那些盲盒开箱翻车现场。开箱，哇，我靠 ，AJ， 哇，真假的？哇，我做梦都想要一双，真精致啊！有没有懂得这是 AJ 几啊？哇，这走线，这飞人 logo， 哇，这哎。这不是乔丹吗？这什么牌子啊？哇，开箱！先看这个最重的啊，分量很足啊，看看什么好东西啊！哇，小麦果汁儿，良心老板，血赚！哇，雷花，勇闯天堂，这什么牌子啊？完了完了，我感觉不对劲啊！哎，这个好像没问题啊，清场。蓝月壳，这个怎么弄？哇，山参、天赐仙草、帝王瑰宝，我就知道我有手气，血战！哇，真高档啊！哇，这是什么人参啊？你这是不是差太远来着？这什么东西啊？胡萝卜。开箱。哟，什么玩意儿这是？山水画。哇，哇，真漂亮啊！真好啊！喂，啊，这什么东西啊？哎，哦。古钱币大针，哇，包这么好，屌币，屌的一币，哇，这个包装看起来是很高档啊，哇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开箱呀，包装很精美啊，哎，有点眼熟啊，鬼灭之刃，哇，我贼喜欢这个，哇，泥豆撒，哇，哎，我操，这是什么鬼啊？哇，这什么？唐长老，有啊，这个应该是要自己拼一下，这都很简单。我是没有弄明白这是什么造型啊，反正和我小时候看的好像不太一样。开箱，好像是书，富二代都在学习啊，我还有什么理由不努力？1001夜，上下5000年。都是经典读物啊，确实不错啊。哇，这什么东西啊？精美剃须刀，好像是个牌子货啊，很高级，这波不亏啊。哇，真好啊。开箱。无线耳机，这个不便宜啊！哦，喂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哎，这么大，这个老板果然靠谱啊！太划算了！哇，我感觉这包不一般，哎，我从这个重量还有这个手感，我觉得这里面东西不便宜。这是什么机器？他妈是不是发错货了呀？这他妈是什么东西啊？下次再玩吧，拜拜。这什么？充电宝，哇，这么大，分量很足啊！太好了，总算是有个不亏的。哎，
这什么？哇哦，精美麻将，还不错呀。哟，这么多书，5块钱如何花三天？这个很实用啊，做自己的舔狗啊，什么玩意儿？10万个为什么，哇，这个我小时候经常看啊，哇，这他妈是什么东西啊？开箱，哇，很精美啊，惊喜盒子，千万不要伸手摸，否则。什么意思啊？哎，哎，我又进来了，哎，我又出来了，哎呦。什么？哇，精美排插，哇，母牛插座，哎，母牛插座是什么东西啊？哎，哇，真的假的？爽！哇，哇靠！开箱，好像是幅字画。千里走单骑，喂，哇，很精美呀，喂，啊，这他妈是什么东西啊？哇！我感觉这碗不一般啊，我就从它这个包浆我就能看出来这碗得有些年头了哟，并且这个花纹也是非常的精美，一般的碗它应该是达不到这种程度，我觉得很有可能应该是从宫里出来的啊，并且我觉得这个级别应该还不低，像皇上他一般都是用什么龙碗啊，这个高低得是个大太监啊，因为他没有鸡，从这里可以看到这个碗的轮廓真的是非常漂亮哟，还有字，良田瓷器，微波炉试用，哇，这个看起来还不错啊，哇，很精致啊，牛逼通宝是什么东西啊？还有希望，这什么？马勇，我，哎，这什么东西啊？开箱，喂，哇，分量不小啊，兄弟们，我，这是玉吧？良心卖家呀、啊，这是，呀，还有雕刻，什么菩萨这是？吹风机吗？这不，下一个。我操！精美礼盒，我帝王绿，哇！这不就站起来了吗，兄弟们？我把666给我打在公屏上！天哪，我太激动了，我。风油精，这个你总坑不了我了吧？螃蟹你怎么作假？确实挺重的。哇！奸商啊！一只。假螃蟹。
开箱。哇，这什么牌子啊？哦，这个我真认识啊！哎，我也有一双啊，可以看。哎，标志都一模一样。哎，哎呦，做工有点差，不过没关系啊。啊，这是很正常的，我摸的质量也还可以啊。不管怎么说，啊，它都是一双耐穿啊。最后一个，哇，这鞋我觉得行，虽然款式差了一点啊，但是我觉得质量还可以。哎，这个针织面的料子穿起来也不容易脚臭啊。嗯，确实不错啊，穿上去也是挺舒服的。记得关注再走哦。